这就是你送我的第一份礼物。这第一份礼物是给董夫人。董夫人，我把你最想实现的愿望实现了，你还满意吗？你这个贱人！干嘛呀？我帮了你和你儿子，你还不感激？不过没关系，下一份礼物我是送给你女儿的。 我的礼物，你必须得收。屏幕上是一段录像。别放了！那是董卓跟江潇潇，他们是亲兄妹啊！你竟然！这是什么手势？我竟然和我妹妹……潇潇。 你最想要的就是男人是吧？我把一个和你一样血统的大帅哥送给你了，你很开心吧？